今日同大家睇 BGP 嘅示范单位，呢度就系个大厦模型啦，可以见到个会所好大，地下就自设商场，一个 L 型嘅大厦。如果睇翻个图形分布，一 A 座就一层三梯20伙，一 B 座就一层三梯16伙，户型都相当多。而示范单位都开咗三只户型，我哋逐个睇一睇。264尺嘅一伙，入嚟长型嘅厅。樓底好高啦，一個好大嘅露台，有個冷氣機嘅分體器喺呢度，二整嘅，然後呢度就係洗衣機嘅位置，好正。回望翻個客飯廳，其實好似正，哇、哦！那個樓底好高，廚房 L 型嘅。然后这个拉出来就在这里吃饭，即是吃饭的 area 就在这里，是这些东西太压位了。同埋他将个鞋柜放在厨房隔离，我就不太喜欢了。一房是烫门，可以烫晒它，封屋。有一间房，一个大玻璃。浴室都是用烫门，入到来。个浴室就好正啦，同埋佢系陷咗入去，咁就容易清理咯。个镜柜应该打得开嘅。呢度坐低咁，其实空间好大，储物 OK 啦。整就真系几靓嘅，但系摆位上我唔系好中意。咁呢度就因为佢系烫嘅玻璃啦，咁摆唔到嘢。咁你呢度顶多系摆 sofa， 电视一定系摆喺墙啦。佢 lift 嘅 lobby 都幾 colourful， 好得意喎呢度，346尺兩房，門框係咁樣嘅，入門啦，有個綠色嘅鞋櫃，幾靚仔，又有啲掛啦，又上面仲有啲空間。佢大門都幾得意。浴室個空間的確好窄，其他都唔係一個問題。呢度就有一個長型嘅廳，樓底就好高嘅。然後呢度就有一個大露台，咁晾衫或者洗衫喺呢度啊，咁呢個燙衫啦，洗衣機都喺呢度。OK， 客飯廳。廚房就一字型，咁呢度就有一個張台可以拉出嚟做飯台啦，有明火嘅主食爐，啊呢個 OK 嘅，睡房，另一間睡房，佢呢間就三房425尺，行過去。個廳就窄身過兩房，但問題唔係好大。有一個大嘅露台啦，都係洗衣機同埋分體器。呢度基本上兩三個人企喺度，其實幾舒服嘅。做家務咧，即係呢個洗衣機咁樣攞上嚟，咁樣可以喺度燙 OK。咁露台門係燙門啦，可以燙開曬。呢度就係一字型嘅廚房，好細個。呢邊就第一間房，佢做曬啲窗簾俾你。然後呢度就係下次就用湯壺，浴室其實整得好靚嘅，配色都好靚。主人房啦，有个隔窗啦，呢度就另一间房啦。佢就有几只设计俾你拣嘅，呢个会所
佢會所係共用嘅一二期。哇！曉柏風嘅露台都好大，廚房就藍色，同埋都一樣樓底高。房啦，另一間房啦，哦，第三間房啦。曉柏風同埋包域街嗰邊咧，最大的對比就係一邊係偏安靜嘅，因為佢對山嘅；另外一邊就真係喺個都市繁囂，四條馬路川流不息，所以佢價錢平係有原因嘅。你哋中意靜啊，定係中意平？可以留言話知。今日就咁多，拜拜。